点点，在画画，在画火山。火山，火山在三角龙的头上哦。对呀，你看这里有火山。好，再画。爸，我忘记了，我忘记打棒球那你要先把它画好，画好啊。刚刚那个三角龙画到一半耶。我没有要画三角龙啊。这个是蜡笔耶。恐龙蜡笔啊。对呀、好吧，带你读角色。恐龙王国爱涂鸦。读角色。这个已经坏掉了，没有粘了。太久了，那你要怎么打棒球？直接打。你站在这里打吗？我们在这里，那你球，你站在那边一起打。要投快速球吗？不用，慢慢的。不行，那个是棒球，还是打那一颗大的？打那个小的，你站在那个我们的棉被上。爸爸，你站在那里。打击出去，打到我的天花板。